可以，耶、yeah! ！谁画的？这个云水画的，真棒！今天还是韩琦的生日。来，祝张汉熙生日快乐！今天我去咖啡店喝到了一些比较不错的咖啡，于是回家以后就想借助我妈妈做甜品的一些材料来发挥一下创意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做实验。和和他的实验室。这是加了玫瑰酱的，然后再撒一点点桂花进去。猫猫，我那问的桂花是敷的杯杯上，可是桂花要塔塔，不行。我们看就是。你知道塔塔干？烧的烧的。来，尝一下。一场大雨过后，路边的泥巴水，你应该给我一个杯盖，然后我刮一刮，把上面的花瓣刮开。啊，你那个工作不到位，干得不够好，想法不够多，主动性太差，天天上班，你要是多读点书，成绩也不会那么差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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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这是我的咖啡，已经调好啦。明天上班，所以我要搞一个咖啡，今天晚上提提神，把学生们剩余的复习资料还有相关内容给搞一搞。我今天上班第一天，但是状态比我预期的要差很多，因为我没睡够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上班去啦。我有种预感，他们会给我准备惊喜。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还以为有什么，太讨厌了你们。我有一些些茫然，就是我在努力的尝试着恢复我之前的状态，但是感觉就非常的吃力。而且今天我并没有上班，只是和同事交接了一下，接下来的工作。学生们还有16天就毕业了，那我下班回家了。来摸摸妈妈的脸，妈妈的脸刚才简单擦过一下。我是谁呀、我是妈妈。嘿，你个小鸡蛋，知道我在穿什么？在穿工作服，带溜溜球的工作服。今天晚上小刘在医院值夜班，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家书房超级安静。我要把我们班学生今天早上给我的这些信一份一份拆开来读。好，我先看到的里面有支钢笔，据说是他们已经吸好了满满的一管红笔墨。祝福老师喜提贵子。何老师，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陪伴，让我从你这个从字好加满，让我人人一个懵懂的女孩啊，好吧，你怪可爱的，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女孩变成了知识渊博的少女。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我祝您阖家幸福。但就因为所以的关系，我有点没弄懂。您就最后十几天当我的小学老师了，我特别感动，感动了这5年您对我的批评和奖励。为什么批评在前呢？啊？我希望我能登上奥运冠军的称号，让您知道您有个当运动员的学生。你要加油，
好好的跑，但是我希望我能登上奥运冠军的称号，这是一个病句。隐其流者怀其源，学其诚实念无师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。哦，这个小吴写的耶，这才第四条我就已经泪目成这样了吗？哦，下面这个叠的好，就舍不得拉开它。不说不表示惦念，不见不表示挂念。它的字进步好大，我要当着所有观众朋友表扬彭川的字进步超级大。当我听到您回来的消息时，我欣喜若狂，差点一蹦三丈。你能跳那么高？三尺讲台三寸舌，三寸笔三千桃李。哇，这个我舍不得打开它，打开以后这里还有一个小贴纸啊，还打了格子，用同款色系的。去年冬天您去生小宝宝了，今年夏天您又回来了，我是一只海鸥或者燕子一样的候鸟。这个好好有分量感呀。包装有点简陋，麻烦何老师将就一下，给何老师的一封信也没落款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哇哦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我要先看这个叫什么徽章。哇，这个人物放在早年间绝对是我一定要挂在书包上的那种，好美啊，这个人物长得。他是谁？你能告诉我吗？这个字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老梁，果真是老梁，不愧是你老梁。哇，不愧是我的语文科代表，读几封信我都能哭成这个样子。每个四季中都有您的踪迹，我也为自己是您的学生而感到自豪。哇，就是当带着那些回忆还有思绪去念这些信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很多奇妙的情绪。这是我们班学霸给我的，好，是学霸的风格。不行，我这要拿个纸来，我鼻涕都要流到嘴里了。会嫁给一个怎样的男孩子呢？哦，还记得小时候没收你东西的场景吗？七彩的爱，看来这半年又写了不少手账呢，哈，这些贴画用的啊，淋漓尽致，还有不少是何老师送你们的，原汤化原石了，是不是？刻在木板上的名字不小，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也未必流芳百世，但您的名字刻在我们的心灵上，恭喜您有了个小千金。Sorry， 千金这个词用在这儿不妥啊。桃李满天下不是很适宜，送您句天问里的话吧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还希望留留球早日成才，不忘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。这封信也是沉甸甸的。拜，谢谢你的糖，我刚好有些饿了，我待会儿录完视频我就吃，谢谢。叫我少女河，你也是我学生当中最少女的一位。然后这只小狗很可爱，谢谢你。哇哦，拥有人何老师，欢迎回来。四班通勤卡，您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们一如既往的吵闹，希望您能适应我们这个焕然一新的班级，有吗？啊，我今天进到班级里还是一如既往。哇哦，小吴送了我一支锦鲤的笔，用小吴这支笔许三个愿望。我和你要去闻闻新鲜的春天，感受阳光洒满肩上的夏天。希望屏幕面前的大家都能好运，就这样。嗨大家，今天我们早上一大早出发，在这个周末去菜市场买菌子。今天去买菜我们还要带上春丽，一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她了。你们总问我春丽去哪里了，她是去奶奶家过好日子了，过上了公主般的生活，秋菊都非常羡慕的日子。准确的来说，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养春丽那种精品狗，马尔济斯太需要精心的打理，我们只配养秋菊。我们现在来到菜市场啦。妈妈，你在
着春丽去到了前前面，我们都找不到他了。我觉得吃菌子似乎成了现在好奢侈呀。对，现在吃菌变成了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。价钱多少钱一斤？这个蛋啊，怎么500？你说吧，价钱来吃吧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看见阿姨掏出了塑料袋，同时今天又多了一个生活小技能，在没有决定买一样东西之前不要随便砍价。蛋好蛋好烧蛋。此时我看到小刘已经陷入了僵局，我一定要及时止损。还好小刘足够机智，他非常礼貌地选择打电话借口溜走。我好羡慕我婆婆的发量啊，发量惊人，而且发质也很好啊。对，远处的那个菌大家看到没有，它叫干巴菌。这是一种云南特有的非常贵的菌子，叫干巴菌。大家赶紧猜一下多少钱一公斤。我刚才问了一下老板，1000一公斤。走，我请你们吃延边烧烤。谢谢，阿里嘎多。哦，我请客吃饭的人就是。我们出了菜市场，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延边烧烤。这是我在昆明第一次吃东北那边口味的烧烤店，小刘之前吃过，据说很好吃。我买辣椒面。这串是不是抹鱼豆腐的年糕的鱿鱼？烟雾缭绕。我们今天最后付款是吃了多少钱？他们家？187，还便宜，不算贵，还是可以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到家啦。春丽今天过生日，我把她头上的橡筋给取了，因为她扎不稳。那是不是太可爱了？其实我好想讲讲马尔济夫的优缺点，就是一种狗真的很不容易养。哎，我们家两只狗都很不好养。坐下，坐，坐着，坐。握手，换一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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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什么叫换一只？春丽，换一只。好没有蓝猫猫的呀。大家看这个窝，其实我们准备是给秋菊的，但是秋菊实在睡不下，只能给春丽带走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